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样，他是越南籍的伍世怀，是一位已经嫁到台湾15年的新住民，如今卷起衣袖捐赠造血干细胞，帮助有缘的陌生人。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可是，我可以救人就救啊，不管他是谁呀、不管他是哪国人呢、慈济骨髓资料库从1998年开始与世界骨髓库联结合作，希望增加更多配对的几率与管道。台湾新住民占台湾总人口3%以上，有机会他们也愿意伸出援手。不管我们跟他说的什么，他都全力配合。然后虽然说他也有做在家自己有做小生意，但是他都会把时间空出来。他觉得说，我就是要帮助人。伍世怀建党后7年得到配对成功的消息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决定，志工也都全程陪伴，期待他的付出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幸福的好消息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